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算马来西亚的卫塞节，这是他们定的这个佛诞日啊，刚好也是农历4月15。哦，那黄念老有提到，这个一年呢，2个时间段啊，4月初一呀，到15，还有12月初一到15，这2个时间段呢，因为刚好供奉释迦牟尼佛诞辰，一般华人中国人是4月初8，成道日呢是腊月初8。所以在这2个时段呢，精进修行，这个功德增加10万倍。当然这也是佛菩萨善巧我们可不能，今天15之后了，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吃喝玩乐那这个是绝对不妥当的，应该是借由15天的精进能够更知道精进的重要，感受到念佛的受用，精进修行的受用处了，那就自己要去保持六度当中有精进，不只是保持了，还能够进步，当然精是不要学的，很杂，要专精才能够进步。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礼记·学记》当中有讲了，杂思而不逊，就一下子学得太杂了，没有循序渐进则坏乱而不修，那个学习的效果很不理想了。这个专精的力量还是很大啊！老和尚讲经有比喻这个一束光透过这个放大镜它那一束光就集中在一个点上了，连钢板都可以穿过去了。它平常一束光照在光板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把它集中力量这个力量就很不可思议了。那我们一般讲经前呢，我们还是念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在进入讲经那当然我们也顺便呢念开经偈还有三皈依那念三皈依就是从经以后皈依自性觉正境不随顺烦恼习气了，不随顺迷邪染。尤其已经皈依过的同修那我们要做真皈依弟子不能做名字皈依弟子，有名无实不得受用，而且还折福报因为名也是福报《了凡四训》说的"名亦福也"
哎，人家一听我们佛弟子啊，对我们尊重几分呢？啊，那也是福报。啊，比方说啊，承德出家了，啊，出家法师啊，那假如我们不喝赞如来迦叶去弘法，那我们也是有名无实啊，这个自己也是折福报。啊，当然大家听了啊。不要着相说哦，那一定是在台上才是弘法利生啊！很多法师他可能随缘度众，走到哪啊喝茶聊天，法会就开到哪啊！所以大家不要着相啊！当然修行人最重要的要看自己啊，不要看别人。好。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智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次啊讲到啊，第35愿，一生补处愿。啊，我们从这些愿文呢。啊，都看到往生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都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个殊胜的因缘，所谓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这个福报现前了，因缘具足了。哎，一定要把它掌握住了。哎，不掌握住啊，可能还要再等无量劫了。哦，所以这一生呢，哪怕再受一点磨难，换得无量光寿啊，还是很值得啊。所以老和尚说的。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这个法语很激励我自己。好，那请问大家，这个咬紧牙关要咬多久呢？其实啊，只要肯依教奉行啊，也不用咬太久。啊，比方说老实念佛了，大家看一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了。他20岁，师父教他念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了。这个老实念佛啊，业障消得很快呀。老和尚说，哎，可能他老人家。25岁呀、啊，就功夫成片了。请问功夫成片还要咬紧牙关吗？那不用咬了。他是在法喜当中呢。我们常说啊，理得心安了，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要不要咬紧牙关呢？
就不用了。啊，那个咬紧牙关都是道理，虽然明白啊，但是内心还一直在打仗。那时候也很难得了，他知道不怀疑真理，但是我确实在打架啊，那时候说要咬紧牙关啊，凡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打得过的才是好汉啊，我们要做大丈夫啊，要成佛嘛，所以这个。戒比磨恼，借由这些境界的考验呢，坚我愿力呀，让我的愿力更强，它也是我的真上缘，不是来障碍我的。你对这个世间感觉，哎呀，太苦了，你就越想求生净土，不会留恋了。那这些境界也是来去成就自己的嘛。这个就是善财童子的精神啊！一切人、一切境界都是老师，都是来成就我的，只有我是学生。这个心境真的提起来了，常怀感恩心呐、啊！哎呀，都来成就我的，那也不用咬紧牙关了，哎。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的，所以老和尚是学华严的哦，我们跟他老人家学的，越学越像，这个华严就是世事无碍，境界没有障碍，障碍在自己的念头，有分别，有执着啊，就卡住了。卡住了，当然就痛苦了。一转念呢，烦恼就变菩提了。所以能明白啊，境界没有障碍啊，我们就不会跟境界对立起来就会往内了。障碍在我的心上的分别执着，跟别人没有关系。那念头是自己掌握的，自己肯转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到这里啊，学佛就是自爱呀，别跟自己过不去啊，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的，何苦来呢？何不好好念佛？何必钻到牛角尖里面去这天下无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有时候我们在那钻牛角尖老半天啊，事后走过来看一看，觉得自己挺好笑的。哎。啥事都是个念头而已，别搞得太复杂。甚至于再讲具体一点，啥事都是因为有贪求放不下，诸苦皆从贪欲起人生解知足啊，烦恼一时除啊，知足就常乐了。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呢、这个就有赖啊我们自己用功了那我们今天来看呢第36愿。教化随意这个在211页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我们晓得每一个人的意愿
都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尊重别人的意愿啊，而且不能不同了，就强迫别人要跟你一样哦，这也是一种习气啊。我们现在有个习气一定要改，叫爱你没商量，强迫中奖，这会适得其反啊。我现在观察，你越想控制一个人。他就跟你距离越来越远，你不要想说，哼哼，你看我现在控制住他了，他早有一天呢，会想方设法脱离你的控制。啊，我见过很多啊，父母啊，控制孩子，结果这个孩子一考上大学，哇，我终于可以离开家了。他就像脱缰的野马了，哇！有的到美国读书了，都不跟家里联络了。人呐、啊，要用对心呐、啊。可是往往我们用不对心了，事后还伤心欲绝。哇呀！你看这孩子太没有良心了。我这么为他想，其实都是站自己的脚。体会不到对方的压力了，哎，有时候这个说实在话，连我这个出家人呢，也觉得不一定帮得上忙。那人跟人之间有共业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哎呦，这个爸爸妈妈，我看几年之后一定有挑战，他这么控制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控制孙子的，哇！爷爷奶奶学佛了，我一定要把孩子栽培成净空老和尚啊！然后呢，哦，那个，我看那个，好，比方说到我这里啊，我跟他们交流啊，交流到一些义理啊，这个老人家马上看着小孩，法师在说你啊，注意听啊！哇、哦，我在旁边都有点喘不过气来。哦，能感觉这孩子多小啊！所以啊，儒家有个法宝啊，我们学大乘的人不能不受持啊。大家要注意哦，做人都做不好啊，要做菩萨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哎，用我们闽南话念呢，就有点押韵，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呀！哦，好，这个敬业三福啊，这就好像三层楼啊，大乘法门，大乘菩萨这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大家感受一下，第一幅叫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说他连父母师长都不孝敬，对家人都没有情义，然后他去做大乘菩萨，你相信吗？那你没有盖第一层，没有盖第二层，你直接盖第三层会是什么样子？晃啊晃啊，最后啪就倒下来了，还压到人。我们不学做人呢，直接学大乘佛法，一定会障碍到人。首先障碍家里的人。哎呦，这个学佛之后啊，这么执着啊，见到他就怕。那你看，不是压到人了吗？哦，那个学念佛法门的人又来了，我看我先去上个厕所啊。那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哎，我们怎么学成这样了？啊，请问诸位仁者
你有没有感觉，你出现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氛围？你的公司团体是什么氛围？哎，这你自己要观察啊，不能一直做起来，如入无人之境啊，都考虑不到别人的感受了。假如你出现了，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不然，突然，没有人笑了，这个你就要注意了。还是，本来人家没有笑的，看你过来，微笑欢迎你来了。我说，自己休学的状况啊，都可以在别人身上勘验得到啊。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个儒家有一个心法，曾子有传了这个心法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是严以律己，恕是宽以待人。能这样的心境对待别人，就会给人家如沐春风了，不会给人家压力。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这个是中庸的教诲。好好修正自己，不要去要求、苛求别人，人家就不会怨我了。再来，我也不怨人家。《论语》当中又讲了，你看，每一部经典重复提醒这个重点：恭自厚，就是要求自己严格；薄责于人，对别人是能包容的，不苛责的。薄责就是不苛责人，责无怨，则远怨矣。就远离人家的埋怨了。那这个是儒家做人的基础啊，属于第一福哦。所以我们对待父母，首先不能苛求父母啊。所以《无量寿经》有一句教诲，我们要放在心上：先人不善，不是道者。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我们上一辈、上两辈，他们不见得有机会深入传统文化、佛法，因为没有人教他们，这个不能责怪他们。他们虽然没有闻这些正法，他也是用他所懂的。哪怕不一定完全符合真理他也是用他所懂的在尽力爱护我们。我们要体会到这一念心，不能变成我懂道理的都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父母那这个就苛刻了。会对父母苛刻也会对别人苛求了。所以人际关系的问题往往跟与父母相处这个源头有关系的。我们父子有亲，终身保持的，那对父母会和颜爱语还会效法老来子老来伴衣逗父母高兴。那就能把这个天性父子有亲的天性延伸到对兄弟、对家族、亲人，再来对一切人，这个不难哦。哇，你真正感恩父母了，发自内心了，你一看到哪个人呢？他也有父母
你这个推己及人的心很自然就起来了啊。但是这个源头活水在恢复自己的父子有亲呢。啊，你接下来推己及人就不难。你源头没有活水啊，让我们去推己及人，有时候会比较勉强。所以《孝经》说的“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啊，“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哦，那个古代的教化很有智慧啊！我自己啊，俗家两个姐姐，哎，她们很爱护我啊，我也尊重她们。那自己的记忆啊，比方到同学家啊，同学一说，哎，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姐姐，哎，我们马上升起什么心呢？哎呦，姐姐好啊，很自然的从自己生命的这个感受态度就提起来了。好，所以这个忠恕是做人的纲领啊，我们要掌握住啊。老和尚说，儒家核心仁义。忠恕，四书五经呢，就是展开来诠释这四个字的。我们能时时提起这四个字啊，你要深入儒家的经典，甚至佛家的经典，这相通的就不难。你的心境提升了。那些文字就是真心里流出来的语言你要深入就不难。啊，假如我们都没有忠恕的存心呢，你看这些经典呢，不是很相应，甚至觉得不可能。啊，你会以小人之心呢，夺佛菩萨圣贤君子之腹了。哦，所以人家跟我们不同啊，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要跟我同哦。啊，你可以循循善诱，但绝不能强迫别人。好，那师长在这里讲到了，每个人意愿呢都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呢不容易相处。虽然同在一个道场，还是勾心斗角还打架、争吵、意见不相同。这个老和尚也是点了一下，哎，在道场可不能跟人家争吵道场是修。清净心的地方啊，清净地呀，我们不能变成在那里搞是非了所以道场啊，一定要修六合敬，口和无争。哎，别人骂我们了，能不能修口和无争？外面境界没有问题的，你说他骂我骂得很凶啊，我实在忍不住了，那还是自己问题啊，跟他没有关系啊。啊，他骂得很凶，你消的业障越多，也不是坏事啊。哦，这个《金刚经》里都讲了，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啊，此经我们延伸开来的大乘经啊。若为人轻贱，哎，奇怪了，他不骂别人，为什么骂我啊？那是我前世的缘啊，前世罪业因堕恶道啊。
已经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了。哇，他帮我把过去生三恶道的业消掉，不然我得到三恶道报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到三恶道一报道要待多久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哎，跟被人家骂几句呀、啊？你看是哪个选择比较好？我想再傻也不会选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所以你又修忍辱，又把罪业消掉，那不是好事吗？是是是好事啊！啊，这个释迦佛就给我们做最好的表演了。大家不能只是庆祝未赛前，太好了，我可以喝咖啡了，啊，我可以休息一天了啊！未赛前纪念最重要，不忘本呐、啊。不忘他老人家教诲啊！再来要见贤思齐呀！啊，佛有哪些榜样，我要效法。你看，佛为众生呢、啊，没有休息。啊，当然你不能透支啊，不要一听又激动的性格又开始佛都没有休息啊，然后就3天之后就病倒了。哦，这个不善学哈，佛还是生活很规律的就像老和尚生活也是很规律早睡早起像我这个学生呢，不善学就有学到熬夜这个不善学现在有了年纪了，学乖了，哎。哦，尤其我们出家了受十方的供养，这个身体是供器，这个不爱惜身体呀、啊，这是有罪过的。所以最近遇到几个同修跟我讲同样的话，法师啊，你要保重身体呀、啊，可能看我越来越苗条了，好，所以啊，最近呢，我跟我直接负责的团队都跟他们先抛抛风向球，先吹吹风了。所以你们要护持我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看老和尚就是这么表法的，让我主要的时间就是深入经藏才好供养大众而且这个供养，每个地方只要他信任我，都可以供养到了，所以希望大家护持我们出家弘法的法师好，当然世事无碍啊，哇，你说那有一些问题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固定安排回答问题。其实啊，修行靠个人，很多义理要自己去领悟你不能听经闻法，最后变成一种依赖了。有机会问了，赶快问。你自己有没有思维过？你很用心思维了，还是不能想通啊。这个时候问了，一打可能那个，你就有很深的领悟了，而不是一不了解了，马上就第一反应就是问人。都没有用自己所学的来思维，
大家要自己去感受自己的心的状态。你是听回答自己的问题，可以触类旁通。其实一个人的问题呀，解决的原理原则啊，都可以用在其他的事上。你不能听的时候说，啊，那是回答他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那就不善听了，不善领悟了。八正道，这个是修行的纲领。第一个正见，要建立正确的知见。再来是正思维啊，你要懂得用经教来思维判断。啊，像承德初学佛的时候，我们都是听老和尚的录音带啊，一开始是听录音带啊，后来才有 VCD 出来。你说问谁呀、啊？都是自己用老和尚的经教来思维啊！你包含到了海口，面对那么多大众，问谁了、最重要的，长期听经，你就建立知见了，建立呢对做人做事的判断。不难，你看儒家讲五伦八德，你任何事用八德来判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心里就有数了。义是什么？合情、合理、合法。啊，意义就是适宜、适合的方式。我看新闻陈总上啊，我们一个交流的平台，好像最近发了一个遇到两难的境界呀，应该怎么应对？其实遇到两难了。你不要就觉得哎呀，好烦呢、啊。你就想，哎，我运用佛法的能力要向上提升。你看，你面对事情的态度啊，是关键的。你是欢迎困难，还是跟困难对立起来？你整个身心的状况都不一样。有佛法就有办法，不磨不成佛，玉不琢不成器。人要多一些锻炼，期许自己呀，早一点提升，早一点能扛大任。当孝与否，常念师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要有气概修行人首先拓宽心量勇于担当，所以这么好在道场服务的机缘呢，不能随顺习气呀，这是积功累德的好机会。我们刚刚念三皈依啊，自皈依僧那道场里就是要经营和合的团体呀、和合僧团呢、这样才能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所以因为最近啊，刚好有护法班在马来西亚办的我们其中有。一个内容，六合敬祈祷文，
啊，这个是10多年前老和尚在香港举办的。啊，这个祈祷文呢，也发给大家做参考。哎，你真的可以依照这个修行呢，建立六合敬呢，团队，六合敬家庭不难。啊，其中有一句，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啊，我们为什么会起情绪？哎，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他怎么还是这个态度啊？哎，这个念头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事实上，这个念头里面有什么？有求。真的，不是拜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念头。修行人看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能太粗心啊。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修了。啊，《了凡四训》说的“心猿隐微处”，对，要看得深，默默洗涤。好像上一次有给大家提到了，你看一个妈妈啊接。孩子老师打来的电话，孩子犯了错了，手机被没收了。你看那个妈妈接到这个电话，心里啊，活该，念头起来了。你看孩子在旁边，这两句两个字没有说出来啊，可是这个心的磁能量场，孩子感受到了，他就会。跟你闹情绪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也是自己的心想现出来的境界哦。假如都察觉不到我的念头错在哪里了，你要改善家庭情况啊。那你就无从改起了，要从根本改。家庭状况叫医报，随着自己的心是正报转。我们不止啊，不能有要求的念头，因为你一有要求的念头啊，贪求贪求就跟贪相应了哦。只要你有要求，会不会撑？保证撑了，求不到啊，不舒服的情绪就上来，就是撑了。好，那你一撑了，你愚不愚痴？你铁定是感情用事嘛？啊，会不会慢？会有，他们错，我对。人觉得自己有错，他就不嗔了，他不好意思了，哦，还会引诱。你不相信家里人有如来智慧德相了，你开始怀疑他们了，开始见他们的过了，哇，这个贪心一起哦，连带好多烦恼啊，接着都上来。所以，我们处理家庭的事情呢，首先提醒自己，不要要求。再来呢，哎，别人错的也是对的。这老和尚说的，不是我要求你们的。老和尚这法，妙法，很好用啊。法药吃下去，哦，烦恼马上没了，清凉了。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啊！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那个对是什么？正常。他现在那个行为啊，一定有他的原因的，都没有离开因果，他不会突然变成这样啊。哎，那他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原因当中啊，有没有我的责任？尤其小孩啊，他还没受过社会污染。他最主要的影响是家庭啊，是父母。你一想到自己责任有尽的不足的地方，你就不会在那里苛求。哎，我们的惭愧心起来了，惭愧心是善根啊，惭愧心起来了，父母的责任心起来了，这个就有愿力了。这个就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只要觉悟起来了，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有佛法就有办法。好。这个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没有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这个就不会冲突了。啊，有一句俗话讲得好啊，啊，虽然是老百姓的大白话，跟这个很深的佛法这是相应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跟对方对立啊，那是对立不起来的。哦，会产生别扭了，那是双方都有动情绪才会对立起来的。啊，哦，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还有另外一个词啊，叫半斤八两，彼此彼此，是吧？那。既然是彼此彼此的，那我们有什么好责怪对方呢？程度差不多，哦，程度不一样了，就杠不起来了。你看佛陀当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没杠起来啊。哦，这个忍辱仙人快速提升呢，哦，然后这个割力王呢？还种下得度的机缘啊！哦，忍辱仙人说：“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哦，所以这些故事啊，都值得我们去体会啊。你体会的深呢，你就愿意效法啊，你就不愿意随自己的烦恼习气呀，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啦。我们不能再干轮回编事啊，不能跟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过不去了。啊，别人不可能跟我们过不去，不浊如风，无诸障碍，他挡我的路，我闪一边不就好了吗？只有自己会跟自己过不去。哦，这个道理啊。自己要看清楚，问题都在内，不在外。啊、哦，佛法是内学啊，啊，不能搞了30年，佛门都进不去，因为方向错了，当然进不了了。向外就着相了，你脑子里都转哪个人、哪件事啊？铁定着相，没有向内了。这里也提醒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呀、啊，斗争坚固啊，啊，这个共业很强哦，啊，共业中有别业啊，
我们可以不随波逐流。那这个在心中要有佛法了，心中要有老和尚的教诲了。啊，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这样就容易啊，口舌无争了，生和从众了。那六和敬呢？最核心的是见和同解。啊，我们都是依照佛经，依照老和尚教诲来做事情，这样就好，见和同解了。啊，放下我们个人的想法看法，依佛经，依善知识教导。啊，当然志向不同啊，不能勉强。你说我要学禅宗，他要学敬宗，你说摆在一起也不适合。哎，每个道场有他专修专弘的法门，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排斥别人，是缘分不能勉强。每个人志愿不相同，丝毫不能勉强。啊，这个丝毫两个字啊。我们自己要随着人生去体验，啊，因为你有丝毫勉强啊，你本来为他好啊，还产生误会，产生不愉快，这叫热心过度，啊，这个我特别有经验，我的性格就是太过了，热心了。啊，现在慢慢在调整，往中道转。啊，过犹不及啊，都不是中道，都不是真心哦。老和尚接着说了，菩萨的意愿呢，也不相同。有的菩萨要赶快成佛，成了佛，再度众生。有的菩萨说啊，众生太苦了，我先度众生，自己慢慢再成佛。啊，前一愿呢，就是自己先赶快成佛，再度众生。啊，前一愿讲到了，啊，一生补初愿。哇，你往生呢？啊，我们上一次还说到了。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啊，时间不长啊。去的众生呢、啊，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啊，代表这十劫往生的呢，超过一半多嘛，多一定超过一半的、啊。都已经做了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了，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快，所以老和尚说这个上一个愿，其实就是自己先赶快成佛，再度众生。哎，这一愿呢，这个教化谁欲愿呢？是先要度众生，然后再成佛。所以你看阿弥陀佛考虑的周不周到？哎，每一个人志愿不同啊，哎，他都可以满大家的愿，但是呢，考虑得很周到啊，要上保险，不然呢，你呀、啊、度众生的愿很切呀、啊，可是还有烦恼呢，那又没有得到他老人家加持了，你度众生最后被众生给渡走了，这就很遗憾哦。就像一个人溺水了，你很有爱心啊，你要救他，结果不会游泳，那跳下去不是白白送一条命？哎，帮别人啊，还要用智慧啊，不能只是激动而已哦，悲智双运。
那个观音菩萨表慈悲哦，文殊菩萨表智慧。啊，诸位仁者，大家有没有帮别人帮到自己也很苦恼的？啊，进退有点没拿捏好了，所以帮别人还得理智哦，还得用智慧哦，还得拿捏好分寸哦。啊，我见过很多很热心的，没拿捏好了，哇，很有承担，自己的侄子侄女，他当姑姑的，来，我带，啊，带一段时间呢。第一个，弟弟弟媳妇觉得那就是你的事儿。第二，还很多抱怨，他自己做的很无奈啊！我都请我所有的体力，包含钱也是我出的，怎么迎来的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就是分寸没有拿捏好，主办圆融啊。哎，那是人家的孩子呢，主是谁呀？你自己没有拿捏好分寸呢，你到时候付出最多，最后被人家抱怨最多，不怪谁，怪自己没有智慧我们闽南话说的呢。这个老倌给我们嫌个老乱，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闽南话都有押韵啊？念起来都挺顺的啊。哎，就是说做的满头大汗呢，结果被人家批评的口水满天飞，那个批评的声音太多了。好。所以要度众生呢，也要理智啊、哦。就像你要救人，你不会游泳，你可不能白白送命啊，你得先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们要利益无量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发了，要有能力呀、啊。现在提升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加持啊，你的能力啊，是阿惟越智菩萨那么高的能力，你就能度众生了，啊，而且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啊，你看这一愿，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不会堕落，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行。无不圆满，所以大家不要冲动啊！一定呢，往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我要去度众生了啊！他一加持，比较有把握了，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意气用事，毕竟我们的烦恼还没有断。好，这个先度众生再成佛啊，像地藏菩萨一样。地藏菩萨代表的就是先度众生，再成佛道。好，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都好。可是啊，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发愿先度众生再成佛，恐怕是众生度你。你永远度不了众生。哎，有一位人物啊，我想大家都认识哈，《古文观止》里面有他很多篇文章啊，叫苏东坡先生啊，这大文豪啊，他前世是五祖戒禅师啊，你看我们这个娑婆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多次劝请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就是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会缘太多了，轮回入险呢，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在极乐世界旁边一起上课的是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你不会退步的啊，你连打瞌睡都不会打瞌睡的，不好意思的。哦，哇，那个就像我们念书这样，兼职班啊，特优班的，啊，当然你一想到特优班，可能又联想到那个读书读到半夜两三点啊，那个记忆要放下啊，那个痛苦的记忆啊，就，哦，现在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好，这个刚刚啊，有同修提到了，现实生活中啊，真的越承担的多啊，越被嫌弃呀。那这个呢？啊，我们得冷静啊，检讨检讨。这个你承担的多，这做的好不好啊？是吧？你做的不好，你承担的多，当然被人家挑毛病的多，这很正常啊。哦，那这个得要经一事长一智。我们负责的事要越做越圆满，越周详，那自然人家嫌弃的就少。好，当然也要有接受别人提意见的雅量啊，这个是从啊我们可能做得还不够理想的角度，那你承担当中啊，也不能激动，度得量力啊，我们不再做得多，我们在做得好，能表法，带动风气就好。啊，不是做得多就功德多，是你做得很真心，就有功德；你做得很多生烦恼啊，只有福德，没有功德了。啊，这个差很多哦。福德了脱不了生死哦，功德才行。哎，你生活工作就是普贤行，这个可以了生死，这个功德力。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去极乐世界哦。啊，这个在普贤行愿品当中有。所以大家发问的问题呀，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我在哪里修，就在我当前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出现的情况里面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而在这些境缘当中，最重要的呢，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念错在哪，自己做事的分寸啊，有不妥在哪，你就经一事长一智的，你就可能30岁就老成持重了。做事很稳妥了，有些人到了60几岁做事都不靠谱啊，这跟岁数没关系哦，跟你用不用心呢，有关系了。啊，比方说这个问题，我承担越多，越被嫌弃，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承担的不自量力了，这是一个点。哦，这有很多点呢，可以在一件事当中学习到。哦，所以善学的人成长很快哦。啊，我们说八面玲珑，哪八面？因缘果。
任何事情我没有离开因果。哎，今天人家嫌弃我是结果，原因出在哪？哎，这就可以反思到了。体相用，啊，这有三个角度，还有理事，有理有事。你今天去做事情，是随顺你的想法，还是你都是依着做人做事正确的道理，用在这个事项里体是人生呢？哎，今天。啊，我做事的时候啊，比方说，老和尚说“现代工作实则”，啊，这个实则啊都是纲领，非常好啊。哎，做事多一点，理由少一点，是不是我理由太多了，人家在那里批评了？哎，我做事多一点，理由少一点，可能这个批评就少了。啊，行动快一点，效率高一点。我虽然承担的多啊，可能我有拖延呐。哇，好多事都卡在我这里了，那人家当然 complain 了，这抱怨是在所难免喽。你可以授权呢，你不能说我时间不够了，那就是考你另外一点。你都是大包大揽的，没有授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啊，这样才能经一事长一智啊。好，哎，你虽然很努力做事，你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这样你做很多事哦，人家也不一定很舒服。哎，每一次都要看他的脸色，啊、哦，结果你一听到没有啊，我也没有生气呀、啊，但是就是没笑。啊，所以微笑要露一点，嘴巴还要甜一点，看到人家可贵的地方就要赞叹，啊，这个普贤行要用上，称赞如来，啊，脑筋要活一点，你不能太死板，这样人家跟你配合工作啊，就觉得很无奈，哎呀，跟你讲半天，讲不通，啊，听如意。讲不通，就像鸭子听雷声一样。对，啊，你脑筋转得不够快的，要集思广益，多听一下人家的意见。哦，然后说话慢一点。哦，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啊。哇，我有时候听那个讲很快的，话讲很快的。哇，我心脏都随着越跳越快啊！啊，我要很用力听他讲话，哦，所以当我们讲话的时候，看到对方眉头都皱起来了，要适当调整一下。啊，我讲得太快了，我讲得太大声了。哦，还有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你看老和尚这个生活实则啊，我们可以从这些面来反思了。你看你不笑，那就是一个相，那是因为你内心啊，可能放了一点肆啊，你也不是故意的啊，那起的作用呢，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很好相处。这个就是起的作用了，体相用啊。哎，你内心很平和，都带着微笑，起的作用就是，哎，人家跟你相处没有压力，这个就是作用。哦，所以佛门说，面上无嗔，供养具。啊，人，哎，没有笑的时候，都带着笑意啊。哎，这个是普贤行，广修供养。哎，人家跟你沟通没压力，哎，很愿意亲近你。
所以这个承担多，嫌弃多啊，一来我们减少我们做人做事啊，这个工作实则，这个都是可以来关照的一些标准。也有可能呢，你做事很多，你也尽力了，也做得不错，但是还是被嫌弃，那你还是消了很多业障啊，那也不是坏事啊。再来，嫉妒障碍啊，难免。哦，你甚至一个好，我已经尽力做了，也做得不错。人家还嫌弃，还嫉妒我啊，那就代表让我再上一层楼，啊，能够做到啊更圆融，啊，连这个嫉妒的人呢、啊、都被我化掉了，啊，那他也是来让你更提升你的境界的，也不是坏事嘛。还有啊，你一心为公。没有丝毫私心啊，你一定会被嫌弃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没私心啊。那你的公心处理事啊，难免会影响他的私心啊，影响他要得到的利益啊。哦，那你对事不对人，不跟他结怨，可是你还是公心处理啊。所以啊，这个时代啊，你要公心把事情办好，你说不得罪人呢，我看是不容易啊。那你就很清楚，这个难免你就释怀了，啊，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啊！你假如生烦恼了，那还是你有。求别人认同的心才会产生这些烦恼，所以我们一定要修“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人家不理解我啊，我不会起情绪，不难受，这个很重要哦。哦，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哦。哦，你看，啊，比方说结了婚的女子啊，她先生给她一句鼓励呢，她就有使不完的力量。啊，她先生给她一个否定啊，她就像消了气的皮球一样。这个要看到啊，这个也是情指在起作用了。啊、哦，你比方说领导一肯定啊、哦，我们就干得很欢喜；领导一没有肯定呢，就没动力了。这个是在搞情指哦，不能在佛门搞情指哦。怎么不搞呢？把众生排在第一位，这个才是真正的护持正法，为佛法，为众生。只要众生能得利益，我受再多的委屈，我在所不辞。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己身求安乐。啊，所有这些抱怨啊，当做试金石，看自己会不会起情绪。这个都是来成就自己的。所以儒家这些心境啊，真的是要修大乘佛法的基础，不然呢，每天都被烦恼困在里面了，怎么可能每个人都认同你呢？哎，所以但求无愧啊，不自欺，用真心去做，好。哦，所以这里啊，老和尚也是提醒了，
你假如不往生了，你还有烦恼习气啊，你要度众生就不容易了。哦，所以啊，一定要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刚刚讲到了苏东坡先生不简单呐，他前世是五祖戒禅师啊，功夫也是相当高了哦，但是还没有了脱生死。可是你看，在这个世间一下转世就降不少，八风吹不动啊，其实都动了，从头动到尾了，哪有不动？从写的时候就开始动了。啊，这乘船赶过去要找佛印禅师理论，一路都是动，都没有反观到了。所以修行人观心为要啊，一念回心，可能就悟了。哦，从理上讲，佛与众生一念之间呢。韩国的净宗祖师圆晓法师，他一念就悟了。怎么悟的？他到中国求法，结果夜里呀、啊，又渴又饿又渴，他伸手不见五指啊！哦，一片黑暗，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结果突然发现，哎，有水呀、啊！哇，赶紧喝啊！哦，没有喝过这么甘甜的水啦。哦，那已经是晚上了，还累得半死，睡着了。隔天醒过来一看自己在哪，在坟地呀、啊。昨天喝的那个水，一望过去，那个是史诗留下来的水啊！哇，那个当下他就要吐啊！突然一个回光返照，你看，没喝过这么甘甜的，跟要吐的是同样的水。一切唯心造啊！一下看自己的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就悟了。哦，所以老和尚说，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啊。每天一反观自己念头，哎呦，有分别，有执着。啊，前不久，一个男孩问我，他说。啊、哦，我都比较喜欢跟比较漂亮的女生讲话，啊、哦，那个长得不是很漂亮的，我都不想跟她讲话。我说你分别，你看你都念无量寿经清净平等觉，你都不平等。哎，好，哦，所以这个苏东坡先生呢，有很多开悟的机会啊，他没有用上啊。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呀、啊，我们都错过了哦，不能再错过了啊、哦！处处是道场，处处是提升的机会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哦，所以呀、啊，一定要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个面，说明啊，我要先去度众生，然后再成佛道。哦，阿弥陀佛点点头，哦，那这一愿就圆满了。所以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太快了。啊，你得佛力加持啊，哦，那个修行就快了，而且哪怕你是回来度众生呢，都有阿弥陀佛加持啊，你看都能披红是铠，这是比喻啊。
弘誓就是誓弘誓愿啊，誓弘誓愿就像铠甲一样啊，就像打仗了，装甲部队冲锋陷阵啊，这个铠甲就是现在的装甲。哦，你看老和尚开解义理都是现代化，哦，现在有装甲部队了啊，所以这个铠甲的解释是，装甲部队可以冲锋陷阵的，不畏敌人的炮火，取这个意思，不怕这些磨难的。就是说啊，他很勇敢，可以到六道、到三途度众生，教化一切有情。这就是教化随意愿。大家观察哇，现在外在的诱惑啊，比100年前呢，不知道多少倍啊。我们内在的烦恼啊，又不知道增加多少了。你说这样去度众生呢，危不危险呢？所以啊，度众生不能是意气先去见见阿弥陀佛啊，那回来就胜券在握啊，不会有什么闪失的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也要改个性啊，那种冲动，都不做有把握的事的啊，都是冒险的，这个会有点 dangerous 啊，轮回路险呢，还是要谨慎啊。这个阿弥陀佛考虑的比我们周到啊，他一加持你，你来度众生呢，不会被众生渡走了，披红是铠，一切有情，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九界有情啊，都包含在这一句之中。假如我们往生又急着要度众生呢，所以见到阿弥陀佛，打个转就回来了。跟阿弥陀佛打个照面，say 个 hello 就可以回来了。这个比你啊，又去投胎，你一投胎，你要做法师啊，那也还要20年了，是吗？所以这个更快啊，更稳妥。做人做事啊，都要往这个方向要学阿弥陀佛考虑事情啊。你看阿弥陀佛考虑的很周到啊，都在这些愿里面呢。所以我们学48愿，就是学阿弥陀佛的心。学阿弥陀佛的处理事情，你看往生，所有的人长相都一样，长得不一样，一去了就生烦恼了。阿弥陀佛，为什么他长得比我帅呀？就生烦恼了。阿弥陀佛每天处理这些事，他也一个头两个大，他考虑得很周到啊。来了，跟他长得都一模一样，没这些问题了。解决问题要胜于死你不要事情到一半呢才来解决问题啊，就比较困难了打个转就回来，我们的见思烦恼没有断居然就从极乐世界回来。这也是道家慈航，因为阿弥陀佛这一愿并没有说你到极乐世界至少要拘留多少时间才可以出来，没有，三经都没有这么说啊。而且你看这一愿，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就是考虑到那个度众生心比较切的人你有这个愿吗？没有这么说的话呢，
所以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马上就走也行，也不违背经文，这样度凡夫可以。度阿罗汉怎么办？阿罗汉、辟支佛这些大菩萨们，你怎么度？能，你也有本事。前面讲过啊，善谈诸法密要。何况啊，后面经文明白的开导，哎呀，后面经文提到了许多菩萨想听这个法门呢，没有机会，听不到。我们的烦恼虽然没断了，比不上阿罗汉，可是我们会念佛啊。阿罗汉还不知道念佛法门呢，你劝他念佛就是度他，他还不知道当生成就的法门。所以我们手上有无上的法宝啊，我们可以善谈诸法密要啊，把净土中的理论方法讲清楚。哎，他善根够，他就接受了。我出生。是在一个渔村呢，所以杀业比较重啊。后来两三岁就搬到高雄市右昌这个地方。我们当地有个元帅庙啊，这个元帅庙吃素祭拜他呢都要素的。你看这个鬼神呢，也有机会闻到念佛法门，他也在修啊。所以我假如有机会进到庙里面去，那些都是天地的鬼神呢，我给他这个鞠鞠躬的时候我就意念就在劝他念阿弥陀佛。了脱生死，所以我们听完老和尚这一段教诲了，你有机会遇到阿罗汉、辟支佛，或者你遇到这些，天地鬼神寺庙，你都可以劝的。我们现在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不然你看后面的经文呢，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啊！有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不闻这个法门呢，他也会退转而且退转也是很容易啊。所以十方世界有许多等觉菩萨还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不能圆成佛道哦，等觉菩萨哦。我们看一下，普贤菩萨发愿的时候，劝华藏世界的41位法身大师哦。那华藏世界呢，都是法身大师哦，都41个阶位嘛，都劝他们要求生极乐世界。连普贤菩萨都说。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所以普贤行是往生极乐世界，普贤行圆满哦。假如普贤菩萨在华藏世界就能成佛，他还跑极乐世界，不是多一件事儿吗？那菩萨怎么可能多事呢？所以啊，最后都是会归弥陀一乘愿海。这个是念佛法门殊胜的地方啊。所以你能把这个法门介绍给等觉菩萨，推荐给他，你就度他所以啊，其他的法门呢，你讲不过他们。这个法门呢，
他还没遇到，他讲不过你，哦，啊，所以你可以供养他，啊，为众开法藏啊，广施功德宝，这就是啊，教化一切有情，这个一切是九界众生，啊，包括菩萨在内，哦，你真有这个本事，到那个时候啊。你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菩萨，你心里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当然没怀疑了，因为你是道极的世界去过再回来的，一点都不假真实不虚的啊，极乐世界你看过了。那些大菩萨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过。你已经去过，再回来，决定不假，你是过来人了，所以极乐世界打个转，你就有本事度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你们想想，这样度众生的能力啊，其他菩萨比不上，这也是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之处。这个其他国度啊，不能为比的，所以这个佛中之王成就的国土啊，那也是啊，宇宙间最殊胜的国度啊，难怪一切诸佛啊，都帮阿弥陀佛招生这个也是阿弥陀佛的第17愿。诸佛称叹愿，说都不，这个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这个心境呢、啊，也是我们的学处啊。阿弥陀佛，他就要做到让人家没话说，做到让人家一定赞叹，所以我们以后做事啊，要效法阿弥陀佛啊。不要，差不多就好了啦。这个不对啊，不能变成差不多先生阿弥陀佛做事啊，我们也得效法。好，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最后回向一下啊，回向一下啊，老和尚教我们，回向就是扩宽心量。这回向的力量还是很大我们也常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多回向还有自己曾经伤害过的过去心生伤害过的众生呢，也要回向，这样都能化解冤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